奔驰 G63 海外试驾报告。与年近40的奔驰 G 级不同，这款挂着 AMG 标识的硬汉其实刚刚19岁。也正因如此，我们才会在 G63 上感觉完全不同的朝气和热情吧。1999年，首款挂着 AMG 徽标的 G 级诞生。G 级强悍的越野性能的基础上，它进一步强化了动力性。先行特别版 AMG G63 旗舰车型一系列 AMG 夜色组件非常显眼，黑色前包围饰板和黑色后视镜都是先行特别版的专属设计。大灯和雾灯也做了一定程度上的熏黑处理，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车辆的运动感。固特异轮胎加六活塞卡钳是它的运动基础，而红色卡钳也进一步渲染了运动气氛。虽然同样是双涡轮增压发动机，只有 G63 的翼子板上才有骄傲的身为 AMG 排气声就必须浪，这不 G63 就配备了四排气口，两侧各两个发气侧漏。全新的 G63 车尾跟 G500 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，两侧分别是 AMG 和 G63 的标识，